真的，你想问一下快拿龙井。天天都要瘦，顿顿想吃肉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我们又肥了。今天花了200，买了15斤小龙虾。晚上我们那个麻辣小龙虾哈，好好的解好馋。从尾巴这儿抽条虾线。今天这个虾头我们就不剪了，剪的话好费时间哦。就把虾线抽了就要得了噻。对，把虾线抽了就要得。好，终于整完了，再给它淘洗过两三遍。分量切点姜上可可，今天小龙虾比较多，准备一点炒小龙虾的大料，我们打在屏幕的下方哈，加点高度白酒，浸泡20分钟，这样才能激发出大量的香味。老规矩哈，热锅凉油。哇，这个油温有点高，人家睡到。翻身油温，下入小龙虾菜。没有了，我去。这样是炸过的小龙虾，肉质吃起比较 Q 弹哦。油温升高，下姜蒜，下入泡好的大料，加点豆瓣酱。好，下入小龙虾。好呛人了，你这个放了好多海椒。又麻又辣，吃爽今晚上。加一碗啤酒，再加一瓢清水，加点盐，把味精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调味，扣上锅盖，小火烧20分钟，再焖10分钟。来嘛，藤姐儿，看你烧火烧热了，倒下这个元气森林气泡水，休息会儿。哎，这个伙计还不错哎。肯定啊，这个是零糖、零脂、零卡，不用担心喝多了会长胖，等下你多喝点儿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葡萄味儿饮了，酸酸的。好，要得了，出锅。好，要得了，可以开吃。来嘛，来，开走嘛。那我先。起走。哇，太过瘾了！今天这龙虾又大又肥。这个龙虾是真的是吃过瘾了的。好了，再喝一大口气泡水，真爽，真简单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今天视频在这儿结束了哈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麻烦大家点个赞加关注哈，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